第三者大家就好期望啊！阿博士又講緊佛啊，我哋嗰啲佛落真係執人哋口水尾噶啦。嗯，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要睇睇啦。就我哋第一節開始就講咗啦，就嗰、那個上個禮拜提出嗰、那個疑問咧，咁好多觀眾咧都寫咗好長嘅一啲答，即、就、係、是、一啲嘅答案翻嚟啦。咁博士咧，雖然話咧，啊佢個即係個答案咧，未必同即係大家個答案未必同阿博士個，但係應該有三個係攞到獎嘅，係咪啊？邊個攞獎啊？因為三個人攞獎嘅嘛。攞啲咩獎啊？你又講嗰個邊單啊？林作嗰度攞獎啊！現時鼓勵，現時鼓勵喎，上個禮拜。哦，係啊。啊！唔知有三個，我有訂咗幾個，有幾個。係。夾埋曬，即係夾埋五個啊嘛！有五個添啊，我以為三個添，有五個。咁咧，你哋又9839160606，嗯，揾阿方太安排去攞獎就得噶啦。時間，因為我哋係禮拜四，係禮拜四、禮拜六下晝4點至6點嘅。嗯，喺個時間去攞就得噶啦。係有你中意嗰個笑佛仔又得，翡翠笑佛，或者你攞隻玉鴨送俾媽媽又得。係啊，因為咧阿博士即係覺得有幾個咧可以攞獎咧，其實因為佢好心機寫好多嘢，呢、這個都係鼓勵嘅，即係有嗰啲問題答。咁啊，今日又俾個問題答案，大家可以答一下嘅。有冇獎先？我實有獎嘅，獎好濕碎啫，我咩都唔多，我石頭最多，真㗎。咁你話咩？而家中美嘅關係？用咩方法可以比較可以和咧？嗯，大家又寫啲字啊！嗱，我哋中國嘅前景，就係喺美國嗰方面咧，恢唔恢復到做 friend 嘅啫。嗯，一全個大家睇到嘅牌面係由美國帶頭。嗯，啊，好有部署咁嚟圍攻中國。冇嘅，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咯。無論係特朗普、拜登或者唔係呢兩個，未來。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會有大改變，不會突然間要看你中國的路線，因為美國就很現實的，他們很現實的，隨時可以走回頭，因為他們都是做生意的嘛，都是為利益的嘛，但你怎樣可以settle到呢，就不要繼續惡化呢，對中國國民很重要，我們不是認輸的，你不認輸你都會輸，你擺喺度就係輸嘅，拗頸冇撚用，包你輸，輸到甩褲。喺今時今日嗰個地緣政治嘅形勢啊，佢咁樣嚟佈陣咧，你係輸嘅，因為你輸咗個理啊。嗯，你嘅理由唔充分，你呱呱嘈聲大大，自己單方面去講冇意思嘅。呢啲係中國共產黨嘅唯物戰練政法嘅缺陷嚟嘅，同埋你嗰啲鬥爭思想嘅缺陷嚟嘅。你自己立場就話要搞鬥爭，哎、你哋唔好搞鬥爭，我哋扮下好人啦，呢啲唔得嘅。你一打一人唔打，你唔打嘅你就和和嘅，你真係要做咗個和嘅面目咧去對個世界啊，就唔可以阻講緊個唔係呢個實死嘅。你唔好當啲鬼佬傻。唔得唔得唔得，屌做生意唔得啦，做人都唔得啦，何況個國家冇出不難。阿博士發話，即係中國人當啲鬼佬嘅。好鬼蠢喎！屌你一你而家搶人哋唔喺世界雄霸世界啦，係咪啊？你而家你西方世界幾多咁多微水唔出聲啊？你睇瑞典、挪威嗰啲經濟，屌你乜唔講嘢，大佬！印度啲贏人唔到啦，冇話講其他。仲個 iPhone 都贏人唔到啦，個鏡頭。你日本都贏人唔到啦，都未贏到日本啦。係啊，你估日本真係得廿幾萬兵咩？過100萬兵啊！日本嘅兵力幾撚百鳩幾架 F-35啊！屌你咁樣傻嘅，打乜撚嘢冇撚搞啦！中國人一定要沉潛內斂，你用翻鄧小平前輩嗰套嘢咧冇錯嘅，老人家，啱唔啱啊？你又冇撚啊睇下別國內又啊，習家同鄧家咧要鬥爭，屌你！中國人邊度有咁撚多精力去搞啲咁嘅鬥爭啊？唔係啊！呢啲全部錯誤思想嚟嘅，點咧搞鬥爭喎，嘥撚氣啊！屌你，搞撚掂自己會撚過啦。係揾錢先，係啊，最要揾錢先，揾唔到錢就冇啊！屌你，一定要國泰民安嘅。你啊，一定你嗰啲中央黨校要搞撚嗰個黨校嘅守則啲紀律。完全冇撚曬紀律嘅。
邊度咁撚多人貪污腐敗㗎？拉成200多-300萬人㗎，習先生上場。嗯，如果即係話你個制度全部有漏洞先，咁多人貪污腐敗啊嘛，嗰啲全部叻仔嚟㗎嘛。嗯，咁你拉拉撚曬，咁邊度話做嘢啫？屌曬你！哦 ，OK， 好啦，嗱咁啊，佛學方面咧，咁啊，第一樣想問博士啦，就人生係必定經過生老病死啦，正常啊，去到死。如果是佛教徒應該怎麼處理法呢？佛教徒就很瀟灑的，正式佛教徒又看過生死，自知道外的，有生是有滅的嘛，他生滅法來的嘛，我識生夠鐘了，那就走就走咯。嗯，每個人都要走的，沒人逃過這一劫的，那你不要當劫，你當一個自然現象的心理上，但最重要是哪裡呢？就很少人做過生理準備的，因為佢後生時間喺50歲前咧，個死亡陰影咧冇乜嘅。好啦，到你一到60歲咧，你睇下啲老友一個走一個走下咧，嗰時開始咧，你個死亡陰影咧就先至現出嚟嘅。你後生時屌你20多-30歲，你邊有死亡陰影㗎？冇走出嚟嘅，所以你哋要知道，我哋做一個 rehearsal。我隨時個世界咧係人嘅性命咧好脆弱嘅啫。行出街會被車撞死，行街又可以被上面個花盆跌落嚟掟撚死，無撚端端走去翻工嘅，咁呢兩日有條友啊無撚端端開緊工都死撚咗兩件啦，係啊，係咪啊？人生嘅生命好脆弱，食嘢會近撚死，屌打麻雀食會會笑死，係啊。咁你既然間知道生命嗰粒無常咧，你有呢個陰影喺度就冇意思嘅，你接受啊，我係有生必有去有死嘅。我隨時會死的，咁你交代啲屋企人咧，嗱，我走咗就唔好去虛耗啲錢同埋啲環保。既然間政府有話最衞生環保嘅排下期化咗灰，有跟隨世俗擺骨灰，呢個最環保啦。因為而家你想話土葬都難啊嘛，好難。就算你有，佢唔係永久性，你又拔翻出嚟。嗯。同埋土葬有一個現象咧，好壞嘅。是最不好的，因為它的屍蟲在你的身上捐來捐去，勾了一蟲出來，很醜怪的，你100日後你懶來才出去看客死你，對不對？所以呢，火葬是最乾淨。好了，火葬的話呢，就不要聽人勾噏，又說哇煙燒雲散，雲盤沒了那些閒閒騙夠你神棍，他騙你呢，有神有鬼有聖有雲魄呢，就等你嚟幫襯佢咧，就屌你又超度啊，又燒香解難啊，每年做咩法會啊，觀人精怪，利用啲人恐懼咧留條尾啊嘛。所以咧，你係根據政府嗰啲地方擺骨灰庵，或者而家政府有啲好乾淨嘅樹葬啊，即係撒喺嗰植物公園度嗰啲啊，嗰啲完咗就算噶啦。好啊，如果你認為話，喂，我留個紀念嘅，你咪即係泰國廟啊。捐少少錢，寫翻個名喺度紀念，使嗰3000-4000元咪算咯，最好嘅最乾淨紀念。嗯、如果你整啲沙鐵嘅就咩都唔使，攞翻個少骨灰擺個啱仔，細細個啲盒仔擺喺保險箱，每年嘅拎翻出嚟 call 翻曬兄弟姊妹，咁啊食餐飯咁啊搞掂噶啦，咁啊大家夾啲錢，夾完錢咧就拎去保良局捐咗去，或者啲。慈善的正式的好的慈善機構做了好事，幫啲先人做好事，咁啊最安樂的，又環保，又唔使燒啲無謂嘢。啊，有啲又燒啲咩消災解難咩化咩錢化咩錢啦，令啲先人走到行運揾夠你笨柒。因為點解咧？我曾經喺有線電視公開過嘅，如果你有鬼嘅人咁撚多鬼嘅，你 call 只鬼出嚟咧，我同佢比武，到而家冇人。一句講撚曬，咩講咁撚複雜啫？因為佢哋唔講神搞鬼咧，佢就冇生意噶啦。當然佢哋有一套手法嘅，有啲咩慈善機構啊、咩佛堂啊、咩基金啊、咩非牟利啊，佢係做翻啲事嘅，揾你啲錢嚟做啫嘛。即係等於教堂收你咁撚多奉獻，佢唔做翻啲嘢，咁點得咧？佢有成本啊，譬如我收你10000元，我同你做撚翻20-30元出街咁啊，又做長戲，又登廣告，又成，又影相，又成。那個是招來術來的嘛，對吧？所以你不要中了神棍的招，這個是事實來的。
在我哋原始嘅佛學咧，係好坦然接受嗰個死亡噶嘛。咁咪佛祖係點死法噶？佛祖咪夠鐘咪火化咯。火都係火化嘅。火化火化，因為火化最乾淨。嗯。因為火化就最乾淨啊，因為火咧係喺宇宙間啲四大元素咧，火係可以將你嘅物質元素咧還翻原入翻個宇宙啊嘛。嗯。你唔好以為走咗喎。它沒有了相，但它那個物質的元素是在翻喺翻度，物質不免啊嘛。係啊，佢喺翻度嘅。嗯。所以大家不要作為一個中國人咧，困擾我哋中華文化幾千年咧，出不到位咧，就係呢個封建迷信咧，係俾班神棍咧搞撚死嘅。嗯。古靈精怪啊！嗯。古靈精怪啊！所以佢共產黨有功勞噶。他成立過新中國，破除迷信，話破除四舊啱啱啊？只不過他執行嗰陣時咧，冇好完整去做啊嘛，個文化革命。但係破壞時，你順便要建立埋一個新，要有破有立先得噶嘛。道德系統啊嘛。係啊，你冇咗，你有破冇立咧唔得噶嘛。嗯。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要尊重個祖先文化，慎終思遠應該嘅。嗯。但就唔好過於迷信，如果唔係咧就俾啲神棍作怪。嗯，咁你好大鑊。咁如果譬如你有啲錢，屋企比較有錢，做一場好啲嘅法事，係咪即係都做俾人睇咯？嗯，咁咪唔及你自己念一部經俾親人咯。嗯，即係如果你真係信天主教，你咪去天主教儀式、基督教儀式。你乜嘢都唔信嘅，咁你都可以攬喺。用翻中國民間嘅風俗，你咪上 YouTube download 個心經翻嚟，同屋企人念幾段咯。心經好快喎，心經係得多個幾廿字。你誠心最緊要誠心，你唔誠心咧，你念一日一夜都冇用。嗯，真噶唔係話你念經念乜多，嗰個一個心力嘅回向嚟噶嘛。嗯，咁你將佢捐啲錢燒咗，將收條咁啊，念念心經。嗯，佢真係靈嘅就靈噶啦，唔靈嘅你日日念都冇撚用噶。係，同埋你最重要，你普通人咧。佢冇咩作奸犯科啊嘛，世俗人係咪啊？好啊，如果你話你大奸大惡嘅，咁你念咩經都超度唔到噶啦，係咪先？嗰啲係攞撚嚟講嘅啫。嗯，所以大家就要好現實面對嘅。但你平時咧，你要消除咗啊，接受我死亡咧係隨時到嚟嘅，心臟一停就死啦。你今日瞓咗覺，邊個擔保你聽日起到身啊？嗯。我覺得啱唔啱先？嗯，真係啊！你個一呼吸一停就死噶啦嘛，好快嘅人嘅生死在一呼吸間嘅咋，係嘛？所以點解我哋要勤力用功咧？如果修道嘅人，喂，是日與過，每一日過咗，就等於一盤水嘅魚，每日不一學，不下就冇水噶啦嘛，咁你咪死咯。人生就係等於咁嘅現象。嗯。我哋比較瀟灑嘅。咁啊，博士，如果平凡人，我哋點樣去慢慢訓練自己去面對呢種死亡嘅陰影啊？得閒咁啊，念下部四十二章經幾好嘅。哇！四十二章經咁好深嘅咯。唔深唔深唔深，嗰個係最早嚟中國嘅《體位小寶》啊，《鹿鼎記》咪有嗰四十二章。你冇俾金庸點你嗰部唔係武俠秘笈嚟嘅。唔係嗰四十二章經啊，唔係武俠秘笈嚟。唔係，即係我話《鹿鼎記》入邊講都係武俠秘笈。但金庸點你嘅，唔係武俠秘笈，嗰個正式係佛經嚟。係啊，正式佛經嚟。四十章經嚟，最早嚟中國。嗰《阿含經》入邊一段幾好嘅，佢開頭就係是啊，即係世間無常啊，一講噶啦。嗯，即係你國土危脆啊嘛。嗯，國土真係危脆嘅喎，你睇國家幾脆弱，喳聲烏克蘭幾乎屌你打到七彩啦，係嘛？嗯。咁死幾多人？死幾多人？係啊，又死嗰人，勞神傷財啊嘛。嗯。同埋，因為你一知道呢個係自然現象咧，你就唔恐懼個生命嘅。咁你所以喺你有生命之中咧，就最重要咧就話，你有冇浪費個生命先？既然間你又結婚娶老婆，延續咗個生命下一代，你又盡咗責任培養佢，又將個知識傳承咧去傳翻下一代。做人的責任就完咗噶啦。嗯，咁你嚟到呢個世界，你做人嘅，喂，我唔負累個世界啊，我冇嘢帶嚟，咁我又冇嘢帶走嘅，咁你嘅行為冇必要即係傷害個世界啊嘛。
你唔幫我世界，你都唔好害我世界啊嘛。啊，咁啊呢個做人責任基本做咗，你心安理得嘅，你實好嘅，你都冇做壞事，唔好講做唔做好事啫，唔好做壞事，盡量唔好做壞事，損人不利己嘅更加唔好做啦，係咪先？你一個人要全部要做好事的呢個係聖人嚟嘅。哦，你要有能力才做到好事噶，你冇能力邊度做好事啊？係嘛？做好事啊，能力有分大細，但有很多好事咧唔需要金錢噶嘛。嗯。你俾張藥方幫到人哋都是好事。等於我哋以前你教人哋點樣防止嗰啲感冒，嗰堆都是好事。你令到個人。不怕的你都是在做好事、你說句好說話的令到人家開心的又是好事、好事是所以這個同軍是最好的日行一善是好像我們只是訂那些好的電影給人看、PK 外傳大家多一點看一陣間我俾話你同我貼上去啊，妹妹，你同我上網 search PK 外傳啦，同我貼條 link 俾人睇啊。又係國事電影啊。嗰個唔係你喺個網度 tick 到嘅 PK 外傳。呢套電影咧，如果大家網友想收福咧，你每日得閒撳幾呢個電影撳俾幾啲親民都有講咧，呢個大好事。因為呢個係智慧嘅布施啊。智慧布施係無上噶嘛，你又唔使俾錢撳幾下，喂，呢套好電影啊，介紹俾人睇。都是好事，咁你已經做咗好事，無意之中喎，有人睇咗你一套《PK 外傳》，一套《作死不離三兄弟》啊！哦，呢個我睇過啦，呢個係嘛？兩套電影你睇完之後，佢個人嘅腦咧都完全唔同嘅，呢個真係大好事，好過你捐幾多錢俾人，因為佢影響咗佢人嘅走勢啊嘛，佢將來佢有福氣好咗，係因你影響佢咧，你收傭嘅大佬。在個宇宙度有數同你計嘅，所以大家收福啦！呢兩套電影係收福噶啦，唔好恐懼個死亡，因為你係死亡等於係當生日啫嘛。因為你一死亡就第二個出生嘅生命開始咯。係，跟住又去第係啊！咁你話俾平啲人點又話點啊？你跟我學嘢咧，又可以練到咧，又話去土星啊，又去木星啊，去火星啊，屌你啊！唔好去鳩噏啊嘛～係咪啊？冇撚聽嗰啲神棍點啦，嘥撚氣，屌你咪！好啊！今日好精彩啊，博士啊！咁啊，亦都多謝阿博士講咗啲即係醒世良言啦，俾我哋聽啦。咁啊，再次多謝祝大家中秋節好，中秋節快樂！咁下個星期再見，下個星期再見。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